这里是法拉第下士，指挥官，我们有麻烦了。亚盟正在城里的数个地点召唤虚空晶体，他们如果启动了，会消灭整座城市，造成无数平民的伤亡。我们必须摧毁这些晶体。敌军攻过来了，杀光他们。该让这些虫群搞清楚他们的女皇是谁了。我们无穷无尽，虫巢孵出新的后虫了。我把主要目标的位置传送给你了，指挥官，你们得尽快摧毁那个虚空晶体。看来敌人要攻打我们了，去跟他们打声招呼吧。突变完成，该让敌人远离资源了。
你的虫族突变完毕，真是太棒了。就是这样，没错，做得好。接下来如法炮制就可以了。我们的感应器上出现多个虚空晶体，把它们全部消灭掉。敌人要来攻打我们了，希望你准备好了。你的虫族突变完毕，真是太棒了。战斗开始了，让敌人成为我们的战力。战斗开始了。看来你的群落进化了。进化完成，突变完成。女皇，可以使用定身波动了。进化完成。同化灵气已就绪，虫巢孵出新的后虫了。有人来拜访我们的基地了，他们看起来不怎么友善。我感应到逆宗单位，我们需要侦测单位。竟然趁这种时候来抢劫我们的城市，我明白这是我的私人要求，不过可以的话，请你杀光他们。突变完成，战斗开始了。你的虫族突变完毕，真是太棒了。你的虫族突变完毕，真是太棒了。我们得在那些虚空晶体启动前摧毁他们，动作快。突变完成。女皇，同化灵气准备就绪了。攻击我们的基地了，提高警觉。现在可以使用定身波动了。
敌人的生物学能替我们提供资源。就凭这些虚空晶体是没办法打败自治联盟的。目标完成，搞定了。作战区域里有多个虚空晶体，不择手段摧毁他们。我们遇上敌人了。盟友的基地遭受攻击。女皇，童话灵器准备就绪了，我们和敌人开战了。你得做好准备，敌人要来攻打基地了。额外目标即将失效，该将敌人定为阴影了。遭到攻击，等这里的事情结束了，我再亲自料理他们。那些海盗就是学不乖。对了，指挥官，给他们一点教训。我们又解决了一个虚空晶体。那当然。战斗开始了。没办法执行那个。他们继续召唤虚空晶体，那我们就继续打爆他们，易如反掌。我们遇上敌人了。只剩下一批虚空晶体了，消灭他们，结束这场战斗。我们和敌人开战了。敌人准备要进攻我们的基地。我们遇上敌人了。现在可以使用定身波动了。盟友的基地遭受攻击。我们遇上敌人了。
盟友的基地遭受攻击，让敌人成为我们的战利品。我们和敌人开战了。开战了。我们和敌人开战。司官，看来你又解决了一个虚空晶体，厉害哦。消灭目标了。遇上敌人了，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，我们和敌人开战了。我们遇上敌人了。额外目标快失效了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。侦测到敌军攻势，他们正往我们的方向前进。刚才打得漂亮，解决了一个麻烦。虚空晶体消灭殆尽。